梅生最近的所读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因为星期一啊吼，才有时间机会来连线啦吼。时间咧过足紧的吼，今日就三月初五啊吼。那初九、初十、十一，就是咱的功德法会啦，春季啊吼。大家拢真打拼，真用心，真认真啦吼。底下即个会场布置啊吼。大家辛苦了哦，上拜六礼拜，啊，搁爱穿迄个大金锣，真的呢吼，哈、哦，迄大家拢安尼，规身躯背甲安尼白苍苍的吼，看着足唔甘的吼，但是无做搁袂使啊吼，在这里感恩然后同道互相的支持，大家互相来做安尼，分工合作，做了真圆满然后，没想感恩然后。来，今仔日先安排一个圣曲，然后再来开讲破道啦吼。来，这个叫做《济公活佛》，另外一个版本啦吼。一个青苗正好电，低头又见水中天，绿金啊青青，风声动，提拨原来是乡情。世也来伴，你笑我，伊笑我，一支花心也来伴。今晚呢，照着一块济公活佛的圣曲啊吼，我来开讲济公师傅的祖训啊吼。因为济公活佛吼，时常会降诗啦、降文啦吼，讲身在红尘就有业力。为什么讲身在红尘就有业力？因为咱人呢，落土啦，嘴开开就是要食。要吃的吼，就不是只说只吃五谷而已吼，要吃朴素的，要吃一些好吃的吼，就羊肉要怎么煮才会好吃，怎么煮才会好吃，叫做羊肉咯，你要用炒的还是用炖的，那猪肉你要怎么吃，看你要猪排还是牛排、羊排都有啦吼。咱来世间吼，算讲有毛食甲脏水，无毛食甲清退。安尼有业力啊，无业力，咱莫讲前世人啦，就讲今生就好。所以师父这样讲说：生在红尘就有业力。如果你懂得利用你的身体来安顿你的心，多行善事那是一定啦，多多的包含自己，那就是人生的一大乐事。好，从涵养自己，不是包含自己，是涵养自己，就是人生一大乐事。心爱光阔，福就阔；心爱平，路就平啦。内心起了太多不平，只会障碍着你未来的脚步啦。当你咧辛苦的时阵，你会不会有怨言？当然会啊。如果有，那就真正的是心已经苦楚了，所以我们来了解这个辛苦跟心的苦。这人真正辛苦是没关系的，像我们在白天在做工作，上班没来都算很硬的，
这种工作拢种诶，做工作为着啥？为着生活嘛。但是辛苦，你若感觉讲我辛苦是为着趁钱饲某囝，还是吼是大人爱互奉养，所以我咧做，我是身躯辛苦，但我诶心无苦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讲你若辛苦，搁心艰苦，我定哪做哪。那错啊，那做那骂安尼吼，你的心肝都无对你的，无对你的身躯行，安尼你就敢那辛苦，搁心嘛苦，吼、哦，迄是息息相关的啦吼、哦。一个人咧做工作，有一个心念，你若感觉讲为人起一间啊好厝，互人住，吼、哦，这嘛是一种吼、哦。咱卖讲，咱有讲提钱啦，嘛袂用讲是功德，唔过是一种啥，是一种你做了心安理得。吼、哦，甲人起好个厝，人住了，阿拜袂讲遐咧老遐咧老，吼、哦，啊那遐老遐老，人起厝个人嘛会甲你拍车啊，啊讲个做了伤凊彩，吼、哦，啊伤凊彩钱共款共摕啊济，安着叫无良心。所以咱讲真正，吼、哦，真正个艰苦是咱家己本身个问题啦。啊，若无讲做工课辛苦，是为着啥？为着求三顿，大家每一个拢爱付出啊。辛苦要不会有怨言呐、啊，安尼咧做才会快乐。所以讲，当你求不得苦的时阵呐、啊，你就会心会落入了这个执着。所谓的执着，就是咧指讲家己吼，把这个相拔掉了呀。有时吼，咱看人别人辉煌腾达的时候，你会有所执着。为什么？啊，都平平拢是人老爸老母生十个月，是啦，人会汉尔吼。请呀，吼、哦！啊，做啥物代志拢遐尔啊顺，现在咱袂顺，咱会当吼，体会咱家己啦吼，体会咱家己为什么别人足顺呢？吼、哦，安尼步步青云，啊，为什么咱拢落伫这个窟窿底？这咱家己爱先思考看卖，第一个我们有没有做错了？吼、哦，你的安排有唔对的？的所在，也是你哪赚哪老康，吼、哦、哪赚，你哪有咧赚钱，老康老伫个地，你比啥较清楚啦。绝对袂使讲吼，啊，咱现在别人好运，咱歹运，世间拢平等的。有好运，就绝对有歹运，吼、哦、啊，有好，就绝对有歹。咱要告诉自己呀、啊，吼、哦，今日咧家己要有信念，要鼓励自己，要有信心，甲家己讲，讲黑暗是永远的啦。哦，总是有一天我绝对会出头天，哦，不算是真的苦啦。那么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人，这是叫做苦啦。是安怎讲求生不能，哦啊，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，迄个有个人都无代无志，吼、哦，袂使讲无代无志来讲歹运，吼、哦，迄个忽然间发生的意外，哦，为少年弄落啊，就倒咧啊，做植物人。啊！有诶，植物人伫创世基金会后超过要到四十栋诶，二十外栋、四十栋诶有啦。吼、哦，还搁伫遐，同款，逐工伫遐咧对电池吼，用鼻咧灌牛奶啦。这样的生命会不会苦？也是很苦啊。啊，迄敢是伊爱诶？毋是伊爱诶啊。所以咱诶囡仔细汉闹小儿关煞，有带洋人，有带车关诶，其实一定拢爱坐开啦。吼、哦，即坐关啦，坐开。哦，大事会化小事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若无，哇、哦，迄囡仔雄雄大，嘣一下，哇，一世人躺在那边呐，吼、哦，叫做求死不能，啊，要脱离，啊，脱离苦海又很难，因为迄口气要咧喘。所以说，真的苦是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才叫做苦，也叫做真的苦。哦，济公活佛这样说嘞，讲人生这条路虽然苦，但你往前看看哦，有人比你更苦，那你往后看看呢，有人比你更糟，也有啦。咱卖用比的啊，卖用比的。哦，也许这一生走的路是坎坎坷坷啦，吼，但是吼，嘛是因为安尼，你的心地上的成长。才会胜过别人，有吃过苦的人，心智上的成长绝对比别人搁较紧。无吃过苦的人，伊的头壳袂开窍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毋捌互磨练过，伊要哪知影世间的好甲歹生作安怎？
所以师父这样讲，你的心智上的成长是因为你有走过坎坎坷坷的路，你才会长你的心智，你的心智会比别人好，因为你有多了一份的历练，你多了这一份的历练，就是智慧别人呢得不到了。既然生在这个红尘之中了，你就是有业力也没关系，慢慢的行。我们要如何了业呢？我们要怎么了业？了愿，行功立德，尊心养性啊！你懂得，时间生来人人有啦，不要插探够不够啦。是怎么说？因为大家说出世换一个都一样，一条生命一样，穿开的就一个空间啦，穿开的也一样，那种空气啦，不然因为台北空气比较坏，我们中部空气就比较好啦，都差不多啦，人你穿的这口气都平定。但是他叫我们行功立德，尊心养性，来这个世间人人都跟我们一样，有好有坏啦，有人尽力去拔经济，有人坐在那里白等，等看天会落下来吗？还是透早爬起来，透早爬起来去捡看有金条啊、金角啊，无一种代志啊。人生百代过尽啊，就计修炼本性啊，该来就来啊，不要浪费时间害怕人生无常，该来的就来，该来的就来，该走的就走。所以既然生在这个红尘当中有业力，咱就是爱多行功立德，心存善念，人生百代过境，照计修真啊，念本性，该来就来，唔免惧怕，人间无常啊，所以说人呢，真的要有计划。世间上啦，讲古早人咧讲智慧，智慧令人赞叹，叹为观止。时代在变啊，人性却也不变啊。这个蚂蚁身上的口诀，内底伊在咧讲啊，讲真假看嘴唇啊，功名看气概，富贵看精神啊。是安那？是那是安呢？事实啊，你要去捌这，那当然你嘛是爱去了解啊，你无去了解。你要怎么去了解讲吼，古代人的智慧会予人赞叹，阿妈会予叹为观止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我们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啦吼。所以咱讲宇宙无秘密啦，地球依旧咧运转啦。有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？两岸会不会有战争？即嘛大家拢咧想这啦。本世纪会世界末日啊，未？所以人讲2050年后的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呐，吼，哦啊，即嘛，那要甲想到吼，2050到外久尔了？咱即嘛是2023了，2023、2050等27年尔了，27年。所以讲吼，世界末日已揭示21世纪的乱世乱象。因为有乱世乱象的因啊，乱世的因，人界设定用世界末日要取代第三界世界大战，我嘞，飞行失踪是去哪位啊？这个病菌室内早就开始了，已经三四年嘛，你不可不知道这个魔界。那两个西方国家的驱魔真实有存在吗？世界的世纪的末，叫神魔的道经上面都会给你写得很清楚，说你会不会在意世界的世纪乱象，你会不会一直想说会不会很快就到世界末日。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想太多了，你想太多你也才有办法过日。两岸会不会有战事？会跟不会，别去想那会还是不会。换头的人啦，很重要的。宇宙无秘密啦，地球依旧嘛在运转啦。到底会安怎？会安怎就会安怎，未安怎就未安怎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既然会安怎，
啊，无你得唔免接受吗？哦，啊，你唔免面对吗？哦，既然真的能怎样？不能怎样啊！因为人类生长伫这个地球圈内底，共一个宇宙世界，共一个地球啦。你说呢？哦，所以说，乐呵乐呵，逐天快快活活安尼个活，敢袂使？应该会使吧？好，那会使，咱就是逐天快快活活安尼个活，活了真正当，活了真正经，活了有成人。安尼，这世人吼，就算真是爱甲家己按赞啦吼。听一个母牛的五家换灵儿。来，不是要敌性战啊吼！要敌出没，谁敢随？敌中战斗，难无忧，哎呦难无忧。
在咱即满咧吼，讲到即个道祖的来修篇啦吼，拢个人咧人咧啊，足久吼，拢无搁甲接落去吼。其实来修篇21章应该是爱甲完成啦吼，完成。那今日呢吼，咱要讲第14章啦吼，第14章讲凡人之体，阴阳俱在。第14章是咧讲消阴中用啦吼，要安怎消阴，要安怎中用？吼，甲你讲，咱这凡人的肉体阴阳俱在啊，吼，出生甲俱来，吼，先天所赋予的，吼，阳之健呐，阴之亏，用神呐，用身体就好啦，吼，阴呐济。吼、哦，咱的身体就会亏损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要阴阳调和的意思，要阴阳调和。讲人生之初，阳即生，阴即弱啦，吼、哦，要阳盛阴弱，吼、哦，积极重要，就是安尼。你的身体，吼、哦，才会勇健。囡仔嘛，才较够大汉。囡仔若阴神，该当囡仔歹困、歹摇饲啦，吼、哦、啊，阳伤过头盛。吼，但是阳较盛的囡仔性地较热，但是迄个囡仔会较熬大，所以阴阳消长，阴阳爱配合啦，吼爱配合。吼，阴极弱，吼极其重要，修修天之万欲摧残，常在七情困扰之中。咱人对这个世间有这个七情的困扰无？有啦，吼，一是阳之健。好，逐渐消失了，而阴之亏随之而长，所以有这个阴消长了，伊嘛阁会生长啦，好，阁会生长，阳进退入阴进生啦，吼，就是讲火啦，阳是属火，火气呐，伤过头大，好，必须要阴阳调和，阴阳调配，所以讲，你呐，阳进到一个盛到一个阶段。啊，咱讲三焦火的压关，吼，啊，咱若阳金退入阴金，就会生，吼，输者呀，人之体啊，讲人的体就敢那亲像明灯油尽，打壳易灭，这灯无油就一定会灭嘛，吼，所以讲修道之术，那不明处理啦，吼，虽有万行真谛啦，也不能逃避出生灭之路，欲背其阳。必先气欲，欲敌霸欲，先静其心。欲静处心，先无离妄。处中阳之法，吼、哦、消阴之道啦。故三品以养其心。三品，吼、哦、就是咧讲着人伫这日月，吼、哦、日月星，甲咱人的精气神呐，哦，这叫三品以。以用其心，体自性而格自念，要提高你的自性，而隔开你的所有一切不好的念头了哈。所以讲，真修真练，以静真功啦。好，你若有真修真练，以静真功，你就会当贬低来我自欲。啊，既然会当贬低来我自欲，以保全缘呐，好，以保这个乾元。如此呢，吼，即阴渐退，而阳渐长啦，吼。所以咱讲内修之术，爱明而行之。即明而行之，像咱即马咧讲精神啦，精神一定是爱调整嘛。精神这两字就是清净，为清净开始甲展开来讲，咱的体啦，吼，咱的体方法内底，吼，先啊讲咱的。道祖来修篇内底有咧讲到来观造梦尊师尊神修一，好、哦，这就是最富咱道教特色的修炼方法。来观就是来时的意思，想定定咧讲欲避，吼、哦，咱家己爱内视啦，吼、哦，欲闭目内视，纯见五脏之形，吼、哦，要求就是咧讲要求尊敬对称能形象。你才有法度反映在咱家己的心中啦吼，来达到修心，吼达到入静的功能啦，吼啊，过来就是讲，是一种通过安坐甲尊相来达到人
两望境界，就是修炼的方法。物望，吼、哦，望记，这拢是啦。吼、哦，对到你，都到你讲这个做望法，对形充分发挥，就提出了讲，人爱有法度对世间的诶，这所有的业缘呐，吼、哦，爱断掉。过来就是爱修心啦，修心较简单啦。讲修心简单事，就是修心干事直观。要有法度伫这个修炼，慢慢啊去甲这个阴阳调整啦，吼，就是咱人的生活，阴阳调整是伫人的生活，吼，先啊阳也修心，先啊阴也修，吼啊，咱讲阴修过了生，啊阳修过了衰，阴阳先啊袂调合，甲你日常生活关系无有，所以你要修心入境，你要坐，你要练。哦，你要坐要练，唔只有这个方法啦，啊，无你方法为对来，哦，所以咱就讲修在丹田，丹田在黄庭之下，为契机之枢纽，啊，这就是一个中心点嘛，契机的枢纽的中心点。但是你要遵守，要入这个虚静的境界，哦，所以咱讲动静起伏反复变化，该由而生作用，顺之者就是咧讲，你有顺这个修心入静。你就静坐就有效果啦。啊，你若会闭目来思，你就会当尊敬五脏六腑，要安怎去甲阴阳调和？吼、哦，莫让阳伤过头，生阴伤过头，低啊，莫让阴吼阴阳消长，这嘛是甲咱平常时啊伫生活这个生活圈里面。所以讲，心定是心明嘛。你心爱心定，你的心唔才会明。你心啊明，吼、哦，人讲诸位不同相处相相啊，诸位那无同，吼、哦，诸位不同，就是咧讲着啥反复，咱人的反复变化，动静的起伏甲反复的变化。啊，你这那开，你那如果讲对这个精神修炼的核心内容。哦、你无去甲了解讲，啊，张先生是安怎，精气神是安怎调的，吼、哦，啊，阴阳是安怎调的，日机伫倒位，秀在丹田嘛，吼、哦，现在讲逆机在何处，就是首要就是在你的丹田啦，伫丹田伫这个黄庭之下，吼、哦，这个气要安怎去静动起伏，吼、哦，反复变化，这就是爱看你安怎坐啊。所以甲恁讲吼，咱人伫外口面吼，爱学会晓成信境、断缘、修心啦。吼，代志复杂的爱甲简单啦。吼，直观，过来就是爱安怎？爱定，太定。咱讲泰山吼，迄种的志气啦。你要修炼的步调啦，吼，要修炼阴阳调和的步调，就是爱为遮先落去下手啊，吼，先落去下手，所以道教对这个吼，充分要发挥，吼，即个所有的尊师啦，还是讲要进入了虚静的境界啦，吼，还是要闭合，吼，啊，那是讲咱伫尊上来观，吼，即内底拢是咧甲恁讲集中意念啦。你不管你要调整阴阳，还是要练你自己的身体，你必须都要集中意念，排除妄想啦。你若无集中意念，排除妄想，遵循专制、遵守心内或者心外形式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给讲到咱的心灵要有注意力，完全集中于冥想神真。你要有安尼，你才真正坐有啦。你要调整阴阳，要调整身体的这个吼，咱讲定火气大啦，吼，啊是火攻心啦，三焦火加悬啦，吼，啊伫遐悬，连物伫遐低，阴阳伫遐不调啦，你身体要哪会好？阴阳不调，身体就袂好啦。所以内修篇最重点伫甲你讲，咱人呢，吼，这个心内甲心外，这个形式。就是人的心灵爱合体啊，爱合体，将这个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个冥想神真里底，真正的守一啦，好、哦，集中意念强化归一，集气或道，
会完全制衡啦，你就会平衡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咱这个哦，伫讲啊第十四章的这个内修篇的内容，讲过啊了，咱甲做一个简单的解说，好、哦，简单的解说。所以今嘛吼，咱第十四章吼，伫讲到消音中用，然后消音中用最主要的这个观念，就是拄则梅香讲的安尼啦吼。那第十五章呢，丹田元气。迄咱明仔载再来讲啊吼，要从这二十几篇吼做一个个吼，一工一工讲一篇，讲一篇啊，安尼个讲哦，讲个完吼啊，要讲起，咱的大鱼脑时间一只我都配日暮了吼。咱的女神座的外修篇吼啊，咱的道座的内修篇，这对咱人的修炼啦、静坐啦吼，绝对有足大、足大的功能啦。哦，你也认真甲听几遍啊，你就知影静坐口诀是安怎做。哦，静坐既然妄念，哦，爱专心，即你拢爱先有法度树立心静，哦，静观，即、这个体才有法度健身呐。来，咱即马来收听即块，咱的道祖的圣歌吼。昨天必生讲啦吼，服务电话是5916045。啊，咱若有需要服务啦吼，啊，寄送香品、香油、款速茶、贡麻、小盘香、普灵灯，咱直接会当卡昨天必生讲的服务电话吼。来，咱做来收听这段老子《道法自然》。
进攻格哈，广告，广告就很简单，两分钟就结束，因为咱要讲的是香品啦哈，但是香品大家拢知啦哈，主任必先讲的香品，足济人为二十多年用个金嘛哈，香款。吼，也是讲笑三笑六个香，也是小盘香，也是讲一斤百五块。大家来拢甲问，讲梅香是济，啊你拢无起价，人即马我去外口买一斤拢两三百，啊你拢卖百五，安尼恁敢真正袂吃亏？我讲不会啦，咱有其他的物件吼，啊咱这就是一斤百五块，我无爱起，就是咧要甲咱搭下咱的孙兄叔仔，你用指定必先讲的香品。第一人二十五年，甲今嘛无起价，就是因为感恩啦，感恩足济吼，啊孙阿叔这甲咱赞助啦吼，啊咱讲赞助的就是一种鼓励啦吼，啊咱乡会动的范围，甲做啊足轻的，做啊无污染，同款价格拢同款无变吼，但今嘛若讲通货膨胀到一个程度，真正无法度啊！迄个做香啊，都哀哀叫啊吼，甲咱做香啊，就讲啊，即种的料都一直起干呢，啊，你敢真正无要起一束啦，无要起一束啊？你是拢总无利润，敢无要紧？我讲袂要紧呢，吼，只要讲咱连迄个吼啊，寄出去的这个大型货运会当立中一束啦。也没关系啦，吼！啊，所以这就是咱的香品，一直坚持到即嘛，都是坚持料无变，吼！啊，会当较好，袂当较歹，啊，但是无起价啦，吼！啊，咱啊需要讲，食身体保养的，目睭保养，也是讲脚头保养啦，骨头，吼，甲保养，吼，甲骨髓也无够，钙质也无够，啊，甲保养一下，吼！健保灵甲保养一下，吼、哦、啊！目睭呐，月黄素无够，定安尼蒙蒙雾雾，连开车都看无啥有，也是讲要看电视安尼，目睭定定安尼落咧落咧，搁有打眼睛，其实嘛是爱食啦，吼、哦！无保养，咱人哦，天重日月，人重两眼，这两类目睭呐无顾好，根本就看无路，安尼你对啊看风景嘛袂清楚啦吼。啊，咱若如果讲有需要，啊，都要寄送，咱就甲寄，吼，一寄甲寄几罐啊，食看卖。啊，你若讲我都已经有咧食，我就甲买五罐送一罐。有诶有送，有诶无送，吼，有诶就真正都要起价唔敢起，啊，所以讲只好就是无法度搁送安尼。吼，啊，那应加果油五送一嘛吼。啊，咱若是讲咱有咧食吼，啊，咱诶两张纸。紫石体啦吼，还五盒送一盒，五盒送一盒，啊，过来就三高包嘛，五盒送一盒啦，会当送我就送啦吼，五盒送一盒，吼，啊，伫遮来甲恁讲一下吼，啊，若讲益生菌，囡仔、老大人、大便无方便的，啊，定定伫遐三天五天无放的，吼，你就互伊一天食一包，一天食一包，吼，咱的吼益生菌啦吼。多美千益生菌，真好用，然后真好用，吼！啊，那讲热天啊，合理梅，全套你也再甲买几套，吼，细啦、抹啦、吼、锁链的，吼，啊，过来就，吼，和咱的油脂较好的，吼，麒麟藻所萃取的，过来就是吼，热天滴滴霜加减抹，咱的面较袂卡迄个日斑啦，讲晒斑，吼，安尼呢，小保养一下啦，吼。来，伫遮以上，这拢算广告啦吼。来，即马咱的礼拜四一定爱加吼，咱所有的这个哦五谷山啦吼，包括内底所有的会场，全部爱做较好。啊，就是礼拜四的晚上四时吼，就开香啦吼，四时开香，吼开香。啊，拜五开始就发挥啊嘛，拜五、拜六礼拜。所以咱拜二吼，甲拜四这两天吼，咱办事除了讲你足急的啦，也是有一挂问题吼，啊，真正都吼啊，咱讲需要安尼，咱再来求办啦吼，再来求办吼。啊，那如果讲要问一挂不是很重要，还是要问灵修，还是安怎吼，咱会当吼，甲延到下个礼拜啦吼，因为这个礼拜真正沓沓滴滴的工课足济啦吼，啊，你袂当讲。义工，人嘛爱食饭呢，人伊嘛爱上班呢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
会当来的，当然因都会安排啦吼。啊，未当来的，啊，你要甲勉强叫伊，就爱安怎嘛袂使。所以咱讲，志工他们也有他们的工作，伊嘛爱有法度顾巴肚，吼，咱嘛爱去体谅啦吼。所以咱就是啊，咱内底工作人员都那志工较少，咱就偷偷做。就偷偷做，偷偷布置，偷偷做，偷偷布置啦吼。所以直接甲恁讲，但是礼拜四一定要有人。礼拜四吼、哦、要布置的还佫较侪，敢那证书吼1400外，要甲1500吼，敢那要插遐功德牌啦吼，甲做遐工课，真正都足侪吼。啊，要摆五高山，啊要摆一挂工课，一定拢爱有人啦吼。所以甲咱报告一下啦吼。啊，也感恩啦吼，辛苦的。哦，咱遮所有的共生也好啦，吼啊，信众也好啦，吼，大家发心眼干斗三工啦，吼，每双也感恩啦，吼。来，今嘛过来就是要甲咱讲一个，吼，属于哦，修学讲有人一生多磨，是因为啥物？吼，现在讲我一世人拢在红磨，吼，拢无好康啊，无当钓咱，吼，有人这样问呐、啊，哈，问说我一生受苦那么多，如果按照因果来说，是因为此人前世一定修行不好吗？是因为没有修行才会来到这个人世间，就是前世修行不好，所以带来世间，活人活到这艰苦，哈，做啥也未顺，做啥也无顺，就是咱前世人无修行，敢是安呢？好，咱即马来讲，这个慧律法师呢，吼，有人安尼甲伊问啦，吼，伊讲不要这样讲，一辈子受了很多的苦，反而容易入道。这样我就同意啊，这样我赞同啊。为什么？慧律法师回答这句话，我赞同，因为人无经过磨练，无经过吼，足侪。负能量的洗礼啦，你不会懂得说我要回头来修行，一辈子受了很多苦，反而容易入道。不要把苦当作苦，一定要把苦当作是一种增上缘。这较早梅香也捌讲过啊，辛苦甲当作一个增上缘啦，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啦。一个人无经过痛苦的洗礼。那我们本身就不会珍惜我们的生命了，也不会懂得该怎么做、该怎么修了。所以讲，吃苦，在我们一般的教理来讲，讲不见得不好了。讲逆境越多，成就会越好，他的成就就会越大，是观念的问题了。如果一个人一生没有出过苦、没有痛苦的人生，是不值得。在这个世间呐，吼，大家落来拢干那食，有食有穿有啉，吼，迄种吼，好野人少爷，迄个富三代、富二代，迄现在知影啥物叫做痛苦，是做安怎？因一世人都是食肥肥，吼，啊，都去甲享受，一只车要甲驶千几万呢，啊，食餐厅，交一寡呢，吼，王兄溜弟，吼，拢好野人的囡仔呢，夹夹规堆，吼，啊，即卖若要出去飙车的时阵。看是要撞击一堆二三十个车做伙，啊是讲几啊千万哦，一两千万的车，该集集做伙安尼，咣咣叫伫高速公路安尼，你家看到你就知影讲，迄富二代、富三代啊，吼、哦。那这伊吼，虽然人伊前世人有迄个福报，即世人来出世好家人的厝，伊毋知影食过苦是安怎，伊嘛毋知影痛苦是做安怎，伊人生的价值就是安尼，就是感觉讲吃喝玩乐安尼尔。哦、但是上苍给我们一个痛苦是要做什么很重要的礼物给你呢、哦、那就是能够主角可以觉悟可以知道说这痛苦是要用什么给它打开、哦、就是什么解脱就会打开痛苦嘛、哦、自在就会打开痛苦、哦、清净自在哦、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，这个观念很重要、哦、不要把今天所受的苦，包括婚姻啦、经济啦、病苦啦、种种，或者是语录不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让咱变个是咱孤苦无依啊，
吼，咱就该当作是前世有业无唔对，吼。但是即马呢，吼，讲起来复杂，吼，又个痛苦的人生，无价值，咱对这个世间，搁再互伊磨啦。意思就讲，我绝对搁要来解脱，我无爱搁做人，互安尼磨。你就一个增上缘呐，啊，我都歹命，歹命，我袂使继续后世人搁歹命，对无？我都绝对一定爱超脱，嗯，安尼呢？安尼你的增上缘甲力量都造出来啊！你必须要经过很多的痛苦，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，每一项的创伤都是一种成熟啊，成熟啊。如果没有经过痛苦，没有经过做挫折，我们怎么能够动心忍性？那么呢，动心忍性，那么呢，会当成熟，会当大汉，更加进步，咱会去了解。这个人生要怎么去理解，到底我们的痛苦是为对来的，挫折是为对来的，我们要用更进一步去理解人生，这样你不才不会去白掉的、哦、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就是说观念的问题，不要把吃苦当作是一种痛苦，你要把它当作是什么，说吃苦不如当作吃补啦、哦、要把它当作是这样的，你才不会因为你这一辈子你觉得你不值、哦、在这个人世间这么的不值、哦、被困惑了那么久还不知道你要怎么 超生了死、哦啊、就是有这有这基础给你，因为有痛苦所以他们才有、哦、我们说痛苦是上天给我们安排的吗？不是啊，痛苦是 上天给你造成的吗？也不是啊，哪有那个说、哦、天公伯条公给你安排你来世间艰苦，不是啊，大家下来都平等啦，一条灵性下来到世间都平等，无分善者，无分好恶善，但是下来到这个人间的时候、哦、那个智慧头壳的分别有差，就是差在智慧而已、哦、有智慧的人 他就做有智慧的工作，无智慧的人就做无智慧的工作，吼、哦、啊！伊的一生呢，吼、哦、所做的工作到底是好是歹，伊无一定伊知啦，吼、哦，这就叫做分别啦。分别伫咧对，分别伫咱人，吼、哦，分别伫咱的人，伊的智慧悬啊，甲悬啊低安尼尔。所以现在讲啊，都平平人类，现在人会做皇帝，吼、哦、啊，咱都爱做律师。吼、哦，咱都爱做太监，啊，边边人，现在人伊就安尼，吼、哦，讲万万人之上，吼、哦，啊，干那伊个爸母会当管伊尔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是呢，咱每一个人爱有这种想法，所以讲出世来世间啦，吼、哦，是要来磨练的啦，吼、哦，有磨练磨心出生了后，你才知影讲爱提升战处。唔通再来一届来红磨啦，你讲是唔是呢？心有余情有，心空一切空，心迷一切迷，心清一切清，心乱一切。心诚一切诚，心妄一切妄，心诚一切诚。愿在红尘苦修行，放下执着宽心胸，皆贪皆嗔皆痴念，平安喜乐来相迎。愿在世间苦修行，他彻大悟向光明，断烦贪恼。来，你今晚来吼，所收听一段圣歌啦吼。即嘛有人哦，安尼问啦吼，伊讲师姐啊吼，即人吼要活咧哦，啊要活，但是本来吼身体讲无介好，
啊，神啊讲会使去吼，写这个长生入位，而且长生入位是啥物意思哈？长生入位哈，咱人要活咧嘛哈，咱即马咧讲吼，道教内底有无？道宗内底有讲无？有啊，你讲一个人吼，身体安尼起起伏伏，无介好吼，定定咧艰苦病痛，这会使先去甲改安一对长生入位无？好啊，是讲往生的时候有往生的入位啊？为什么会长生入位是人活的？伊的寓意含义是伫个底啦。中生入位甲往生入位有啥物无？哦，往生入位就是人肉体下步啊嘛，吼、哦，迄就是一个纪念的往生入位。但是伫咱道教内底咧讲入，入就是被认为是养命之源呐、啊，入绝入绝入。就是讲吼，咱即嘛吼，哪位落位吼？这个落位就是福禄的落位。伫指讲咱人有这个禄，有这个福德吼。伫咱道教中内底讲，这个典物摆放的这个长生入位吼，伊大多是被安置在吼啊，咱讲哦，这个啊有财神明的所在啦，吼财神明的所在，吼这种叫长生入位。啊，就是中央吼，咱有道祖嘛，有太救苦天尊啦，有啥物神，有伫个所在降伫遐，咱就会当去买长生入位，长生入位安置吼。凡长生入位内底册上有名，每日要接受早晚嘛吼，咱的供香啦吼啊，过来就是有个人讲哦，用这个吼经典啦吼啊，唔是初十五啦吼，有时礼拜。日日都上经的这种，这就是在讲为着咱家己，吼、哦，愿祖师神明给咱加持护佑，就是在讲拄着坎嘛，拄着咱讲啊，有诶会讲哦，啊，现在人会给看命，拢给咱看讲吼，咱当时有啥物款的吼、哦、大劫数，迄、那个坎吼，惊讲跳未过，吼、哦，啊，你会使去用一个长生入位，吼、哦，伫咧神明吼。哦有福寿生命的所在，吼、哦，安尼伫迄个所在，即、這個、人要活咧长生入位，吼、哦，伫遐就是伫互神顾啦，吼、哦，伫顾咱讲吼，即、這个气，吼、哦，会提升，吼、哦，拄到恶人灾官，吼、哦，也是讲拄到寿缘啦，吼、哦，会当阁缘过啦，吼、哦，缘过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叫做咱众所周知啦，拢知影道教核心理念，包括长生九世啦。返老还童的理念，是因为道教门中的人是重视生命一个本，吼、哦，咱讲本质的存在。内底都《道人经》，《道人经》内底讲善道贵生，无量道人呐、啊，所说的正是认为人生的生命是重要的存在，所以咱就当加。在这个世间，咱都有法度加做足侪好代志。道教修行就是讲以人的性命为根基，吼，在专其天然呐，尽其性命的基础之一，才有讲得一步，吼，这个、长生入位。长生入位是会使起来无？会啊。咱人在生的时阵，有个人就去甲用个生机啊，用生机，用你的衫裤、头毛、肩胛、帽啊、鞋啊、衫裤，安尼。用你哪像你一身躯同款，你的出生年月日、头毛、指甲拢待伫个涂骹内底，伊个是咧做啥？叫做生机化啊，长生入位，吼、哦，就是互神明甲咱保护，尽其性命的基础，吼、哦，有这长生入位啦，吼、哦，长生入位是设在于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讲家庭公馆里面，吼、哦，祈祷平安健康，迄囡仔足歹有饲个，吼、哦，也是讲这寿司这个祈福位。分为祈福，吼、哦，啊，加这个吼积福的摆位，两者之共同，这是祈福之用，吼、哦，而不是在吼、哦、供奉的内容跟吼、哦、意义啦，吼、哦，只是讲，咱要受向上人来讲，就是讲在生积福，吼、哦，往生嘛积福，顾名思义啦，吼、哦，在吼、哦、在生的时候，我们要延生，吼、哦、啊，往生的时候是一种。也是一种吼，啊，咱讲积福的所在啦，所以咱讲这个吼、哦，这个长生入位是会用的，不是袂用。人要活的，会使
可以刻一个长生入位无？哎，可以啦吼。所以咱讲对的代志，道教那讲会使，伫道家里面的思想观内底道藏内底有记载，咱人在生身体若较无好，吼啊，若拄到一寡问题，会使用中生入位来，让心性甲咱斗三工。把我们专业消灾保守延长了吼，来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吼，在这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